2024年8月29日，今天是礼拜四哈。啊，今天整个台湾各地的天气呢，有完差不多拢是晴云到好天，也过到过了后呢，部分所在那个是有一挂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哈。啊，山区注意，我那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五日加到7月26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6度到30.4度，也是咱天气状况，和两种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嘞，咱就来家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家看新闻哈。来，来首先那边来个看这个惊花城，这个案件啦吼。昨昏啊，这个检调单位已经有来约谈新庆家，就是惊花集团的头家啦，啊，当然内面七看八看又搁牵涉到另外一名叫做应小威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这去予检察官搞怀疑吼，伊有收草包、收乌色钱，啊，然后去找迄东西做台北市长的挂文贴去甲游说。啊，当然，这个挂文贴伫惊花城啊，这个案件内底有摕到油水，有摕到好康的无？检调无调查，唔知呀。啊，昨昏啊，都约谈啊，新庆惊以外呢，嘛约谈啊，这个应小威啦吼。啊，包括伊的男朋友吼，拢总有。啊，昨昏啊，这个新庆惊的部分已经伫下晡的时间有讲过，咱就无搁再讲。咱来甲看这个应小威这个部分吼，检察官来安怎样啊做报告啦？你讲检验单位侦办惊花城备案，发现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应小威啊，涉嫌收惊违惊，不是惊花集团，反正讲这是违惊集团甲惊花城各站真大条的乌色钱，用安尼来游说前台北市长郭文铁放宽容积率。检验伫本个月27日，因暗知影应小威拍算吼要出国要逃亡避风头啦，但要紧将伊拘得到案。昨昏一透早吼，带伊来到伊的住处，包括市议会的办公室去甲搜索。因暗以上台北地检署复审，根据了解，检验单位认为应小威牵涉着违背职务收草包钱的同罪啦。而且吼有逃亡的可能，无排除吼询问了后直接就加吼扣起来，甲禁见。检验单位调查，这个惊花城甲威惊集团伫2020年的时阵，曾经透过应小威去找迄当时的台北市副市长潘进兴啊，要求将丁静的案件送交多委会，但是潘进兴认为需要吼先经过多法会、多法局评估了后，先甲拒绝掉。刚迄一年的3月7日的应小威甲郭文铁进行了一场所谓的变动会了后呢，这个郭文铁赶差事吼将真啊丁静人惊花城诉求的方案函送多法局。以方便和多委会来做研究。媒体人李庆和伫顶礼拜有爆料咧讲啊，讲即处诶新闻诶会议了后，应小威曾经有讲，即一场诶会议是一年两度，甲市长有约啦。伊伫即个会中所讲到诶定情案件，坐过五件至八件。惊花城的案件是其中一件，内容是关系到监察院的纠正文。伊较当将丁静建议内容一条一条念完和会员呐，和这个参加迄个会议的会员听啊，规定的会议公开透明。不过这个检验调查出，威金集团惊花城甲应小威有几落头正以上的大条钱业出出入入呢？怀疑乌西应小威用安尼来游说着郭文铁放宽着容积率，巩固了解啦。检察官伫27号的时阵掌握着这个应小威已经知影代志吼，这个火要烧来到伊的身躯顶啊，当然要紧要出国避风头。伫这个时阵，检察官当然要紧呢，
签发区票交由廉政官员来到伊住的所在抓人，并且吼带转来廉政署询问，因为因暗停止了询问，昨昏是透早呢，安尼带着应小薇来到伊所住的所在，包括伊的市议会办公室，阁继续搜查。东部阁约谈到伊办公室的执行长吼王俊侃吼，即、这个就是伊的男朋友啦，包括一名姓吴的男助理，阁一名姓陈的女助理。应小薇对着媒体表示咧讲，讲深圳不怕影子斜，坚持讲伊做对的代志啦吼。啊，即、这个案件惊花惊花城，即、这个案件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约谈三名大粒的人士啊啦，就是台北市的前副市长郭文韬的副市长吼，平进兴，啊个沈庆金，个应小薇，这个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这三个吼，啊这三个问了后，有可能来就是郭文韬啦，啊到底郭文韬会牵涉到，会牵涉到的单台检察官的调查，也想到我人数，当然意思啊，做市长当然意思最关键的啊，市长郭文韬这个讲我什么都不知道，你都讲啊，我来当讲啊，哎，继续讲，继续讲啊，对不对？啊，这个不是跟他郭文韬名啦，包括郭文韬一整个的团队，我拢吵伊啊，哎，各种熬伊啊，对啦，包括伊的白贼搞啊动物了吼。熬了了，啊熬啊熬的状况之下呢，都要有一挂人啊呐，爱看袂落去，爱出来批评啊，爱咱咧批评无啥啦，咱批评佫伊佫无代志，咱就要甲批评啦，对不对？伊佫无事，咱就看伊袂爽啊。啊，但是啊呐，都要伊家己的人出来结，这就较会好看啦。哦，啊，即嘛就是看。我再讲一届嘛，就特别啊，讲到郭文韬，恁这两个就爱话声来点名，啊，要见面，你当作无看到我阿爸去，我买当作无看到你那样对啦，哈，啊，就开始咧，什么人陈昭珠嘛，现任的嘛，现任的嘛，啊，柯中心嘛，底下幽闭嘛，讲奇怪啊，这幽闭人啊，一直底下转啊未搞啊，你啊，要搞啊都搞啊，两当两面要搞啊，哈。两个无一点点啊气魄，敢出来讲一句重话，无淡薄啊气魄，敢出来讲，我退出活动，我不用去摆子啦，我退出，无气魄，咱就捌这两个俩哩吼，啊，剩两个我就无多话了呢。这种那个政治邪的是哦，嗯，无啦，这人哦。人咧讲，人甲精神无同，我查到就是人爱有一个见效心嘛。哦，啊，你讲精神无见效心嘛，无影咧。你去做个老啥啦？嗯，对不对？吼，啊，对啊，咧中间你真正尽情咧，全部拢破空嘛。啊，一个瓜分贴，一个瓜分贴要死啊死啊！你啊对咧死啊！你嘛欢喜噶呢？对不对？以后啊，你做这两年以后出来各地红基地土地啊。有。啊、我昨都无聊啊，去你网络去甲看迄个考中心的下网站啊，去你甲看一下安尼就对啦。你今下咧讲台湾的近代史要创啥货？你拢创咧讲台湾的近代史，你唔知咧？普也得，无，伊只特工伊只有他特工好，哎，伊个叫会做到日记的嘛。哦，啊，搁咧普台湾近代史，台湾即马上近的近代史就是瓜文铁的泰戈史嘛，陈伯虎都唔敢写。王慧，王慧，王慧，卡在你来，恁别个坐在边啊，杜姑都要陪你呢，对不对？六七啦，啊，所以以后闹点什么场合，公开场合啥，都把好，哎，靠中心都要肯定烧灯着，用大家拢知我的个性。我来看这样袂爽的对啊，一个长话语都袂话语的对，就算伊过来找我阿秋，我也是我来都惊啊。嗯，啊，总大哥就知我的个性就是安尼吼，所以可能是你就是我怎拍袂起一种的做啥呢？是啊，想遐看袂过对啦。不是讲，不是看袂过是吧？不是看不过去，是看不起，哎。是看不起，可怜，足可怜，他看到剑桥的呢，好鸟的，哎呦，剑桥法律的呢，有官人做，什么志气，
什么骨气、什么见效心都会淡薄啦，都会淡薄，都会淡薄，都会淡薄啦。啊，当然，咱目前为止看到上典型的第一个就是郭文天嘛，来就是杜家阿星记那两个人嘛，这是拢咱伫这段期间亲目睭看到，你都有看人做什么见效代，我拢唔免甲我讲啊啦。郭文天就是第一个啊，郭文天佮当时杜家九零台北市长是唔是怎个会飞天遁地，啊，结果一做，讲阿弥陀佛，我做都敢管啦。这就是无见效，就是唔使什么合作见效能力，啊来的靠中心嘛，来陈昭之嘛吼，啊当然陈昭之嘛好，靠中心嘛好，这两个人一个会当吼，来发挥着伊的良心，伊的天良，和大家支持之下，讲哎啊这个人真正到尾啊，佮发现着讲。完结再爆呢？有当时啊，会予人感觉讲啊，这个人啊，佫有淡薄骨气，就是趁这段期间，恁爱出来开记者会来公开批评这个郭文铁办郭董最近的不是啦。甚至佮配上讲，我也无需要讲为着要做一个甚物啊，迄、那个不分区的领委来加入你的郭董啊，包括陈昭之，你即马咪当退到领委这个党啊。迄当时。台北市长嘛，受足侪民进党的人对国民党里面的，唔是一个一个拢提出来吗？发现到了后，一个一个拢提出来啦。我多好，刚刚吼两个人无提出来啦，就是单面门后生嘛，那最凶嘛，啊那最凶起码伊都话退出政局啊，伊都可能我啦未过参选啦，我感觉应该是。我想听回就是前言。对。啊，现在咱有布条嘛？有啊。包括迄个姚尚、姚立明，哎，姚立明第一时间。郭文清要甲救落来，讲我白送。前夜，那其实可能讲过了嘛。对啊。这前辈这人啊，好啦，这都野话啦吼。啊，其实重点咧讲的，就是讲，这是郭文清即马除了遐钱乱七八糟以外，就对啦。三大案当中的一案叫做惊华社，啊，另外个两案哦，一个什么咧台中双王，做起来了哦。这所以惊华社，听伊讲这个案啊，崩了到底就出恐怖开始哦。这个崩了到底就出恐怖，你别嘛听过不要拜了，啊，他会都不了了之。三这个黑啦，黑就崩了，别个我是崩了，先听惊就对了啦。伊去有检察官询问了，唔知有崩断啦，无我唔知啦，伊就对我公开讲啦。讲起当时这个案件经过郝龙斌的手，经过郭文铁的手，因进两任的市长的高级官员，有要去甲收钞票钱，要甲讨钱啊，要去甲提红包钱，但是伊讲伊拢无好意啦。啊，但是这个什么人啊，心庆惊伊有讲啊，伊讲啊，人郭文铁都无来提，你这的边啊官员，你是来提啥货？啊，这到底是有影无去退，还是要调工退工的要甲偷？咱唔知呀。哦，咱先听听老公嘛，不来甲退啊。我这个我的内面就是咧退家己偷啊，卖讲要退别人偷。伊意思就是讲，我无去乌西别人。我是合我去申请的啦。我唔是经过吼，应小威提钱，啊，佮去游说郭文铁的唔是啦。我这是公开去定情，啊，然后市政府放宽，我当加起过来订楼啊厝，啊加卖瓜厝，啊加摊过来十亿，啊过来卖安尼尔啦。讲哪恁咧讲诶？拜托诶！啊，你加因为安尼听你讲加趁过来拜就对啦。啊，遐所谓你讲诶，遐一寡台北市诶高级官员，拢无懂得汤，也无懂得啦，人清清菜菜互你通过，你当作人戆啊？你不是不应该诶，不是不应该互你过呢？用个那个小刀啊！系啦，这是咱拢用常识咧想啦，但是有当时啊，政治甲法律之间就未当用迄个正常咱个想法咧想啦，吼。检察官长兵分几路，你敢知道？我看一个惊者，兵分48路呢。这嘛是48路，靠！一检察官长单位，拍单位嘛差不多啊。系啊系啊，哎，检量单位长是兵分48路呢，一路卖济人啊，一路一个就好啊啦，就48个啊嘿。算讲伊大块所在，伊不起，所在伊不起，大所在，不过下拢有去调查就对啦。啊，48路到底是？这真正咧查诶，真啊，48路到底是查多只有两个迄几位哇？你阿拉想啊想袂出，我48路会查到倒位去？我48呢？你讲兵分4路，兵分8路，我都要听有哦。兵分是迄个人查到习近平办公室，一般上高查嘛，兵分2路尔，就是办公上班的所在嘛。
你的大所在，没啦，卡早捌读过兵分七路的啦，兵分七路，捌七路。四十八路是要查到啦，啊，四十八路外口有七啊，七啊的所在嘛。是，这真正说，这真正是大动作啦。嗯，啊，今仔日检察官检联单位加入这个大动作了，就一种手头掌握，做相关的这些物件。啊，怎么？这个叫做印小的到掌心加新闻到半暝啊嘛，嗯，啊半暝啊了，即马就是向法官申请要甲接案嘛，哦，啊结果啊那也唔知影，伊要出国去咧，系啊，就是检方就是听到消息讲伊要出国，随甲苦提，随甲两道等来了，你唔知了，请到等来，直接叫我走去。有反正都无意啊咧，系无意啊。好，所以这边的检验，咱爱家拍一个破案，咱讲真的啦吼，这真正有用心的。啊，查这种案是足复杂的，嗯，真系好我来查的，对啦。恁爸可能是看罐装吼，可能看第一张甲上尾张咧，看了就是枪毙可能啊，对啦，好啊，好惨死呀。你这历史你比较独裁哦。嗯，啊，这嘛是独裁者的时代啊，对不对？哈。好啦，哦，这是这个高文的涉嫌啦，即马讲做涉嫌，涉嫌意思就是讲我袂甲你定罪啦，哎、欸，哦，我袂甲你定罪，大哥你甲你查中间、但是你大概是走未去、欸、啊，哦，你应该走未去啊，哈、哦，啊，这个阿伯阿哥一个台柱官，台柱官的案件，嗯、啊来阿伯阿哥一个迄个叫做北桃树林科技园区啦，迄个才是西南番薯的，真正怎样？哈，科技园区啦，嗯，这一个科技园区啦，哎、啊，我赶快要再讲一解。大巨蛋麻烦一下我们的政治人物台北市的议员民进党、嗯、你也一行啊发动一下你也发动一下、哦、大巨蛋你给我打说打死说这个东西没问题我阿娜就不相信、嗯哦、我阿娜就不相信这个官文是什么钱都要拿呢、嗯什么钱都要贴呢？可以影响可以不不开。反向可以，迄阵打开始对糟蹋，啊来变成互相客气，啊来变成一路好行。你讲讲这内底无问题，你讲拍死都唔相信就对啦。啊，你嘛就夸张嘛。啊，咱就知影国民党拢迄个就做三年，迄个庄小平代表底下咧起名啊咧过啊。啊，民进党无你嘛出一个迄个诶，对不对？个大巨蛋。也是真正像外面传说哦，传说咧讲诶，大巨蛋咧在开玩笑，规个台北市会买了了啊！哇，这听得到第一团，我头壳起火。我传说哦，哎，传说，我去买面诶时阵啊，迄面摊诶头家，我那咧听咱诶节目诶啦，啊，正啊徛伫遐咧等伊煮面哦，啊，先啊，你咧讲大巨蛋。我跟你讲啊，像迄种按到这样子，竟然拢无代志，这绝对规二回拢买了。规二回拢买了了，讲你也唔我接唔到，等你检察官来去找你，面检咪头家问啊。哦，你这消息你都得听啦。嗯，你初我咪都听啦，都唔对，我特工出嚟俾人睇下，坐你白难仔，对不对啦？是唔是？你今日就坐你喺度咧，唔对。阿杰仲我白神面咧，阿陈道光海菜，阿个家里好唔得，系啊，系啊，咁样好啦哈。好啦，这到底有无咱无人知，但是事实大巨蛋到这样是无动无静。十月七十，我每个淡仔办迄个就做暗会，十月七五啦，十月七十，嗯，十月七十，我分就同时间就是十月七十是双十节，是国庆日啊，迄个暗会就是要伫大巨蛋。我知啊，但是暗会敢那像提早来到十月七五要办呢，系咪？结果我知伊讲写十月七五要提早办啊，因为你迄个十月七十，你讲的英南佫有重要的用迄个世界各国来的，即个什么赛节啦、大赛啦、贵宾来宾。你讲英南的宴请这些人，啊，所以迄场的花唱歌迄场了，对啦，会提早进行办。我就较早拢嘛同一日啦，较早拢下早时啊，伫总统府头前啊，对不对？啊了后，迄个下暗的国庆晚会，所谓国庆晚会，就是伊讲的下暗东暗。反正我就是要去啊听就对啦。啊，是个，是个，一咱去啊要从啥？咱讲公家那个去啊用花掉，闹鬼噶，对不对？像较早咧偏向迄个高铁的，嗯。哦，他在偏向高铁的遐人，恁即摆咧坐高铁，敢会感觉见效？嗯，哦，你讲坐时，你敢会感觉讲，哎呦，较早讲讲迄太贪东西，较早见效，因边较见效，就是唔知见效两面。啊，你讲看迄东西，去遐咧夜摆啊，啊，你咧后手就消费啊，微缓啊，啊，所以，好啦，这差不多拢伊个代志啊，拢挂问题啊，是讲因母啊。
应该个出来给讲寡话嘛，啊，你得看媒体比较好问个啊，退嘛，应该给出来讲寡话，哈。即马拢红红口令啊，拢叫广东红口令啊，拢讲恁即马问个出来讲话啦。啊，来个哈，这种人吼，让人真真正正看到什么物件，真真正正，我就讲人咧看外表啦吼，也是伊个讲法，永远你都看袂到伊个想法。对啦。哦，你会当看到伊个外形，你会当听到伊个讲话，但是你永远唔知伊心内咧想啥货，你永远唔知影。啊，你都做得袂认真。你都像应小薇啊，应小薇伊对这个社会一寡议题有诶无，伊原来拢真用心咧讲呢。有啊。我都要对伊来用，你讲要甲拖下撞下蛋啊！我流浪还没当个困啊！是啊，我的心没吼，非常好，没得啊，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代志啊，痛苦的啦。啊，不啦，咱们是申请，到这样时间咧，多抓结果季节。啊，搿个询问的啦，搿个咧单发光的啦，采买就对啦。讲要甲枯地，要甲金钱啊，唔知袂看见哪日啦？啊，看见哪日？应该到就知啊啦，然后来进攻者，进攻者哈。柯中信，啊，佮有陈昭珠，佮再甲恁讲一届，卖落水甲一种程度啊，等下去公妈厅跪咧看一下，啊，若无公妈厅，你富贵难产，我唔敢恁讲你倒啦，家己去做神啊，老前问一下哦，来，进攻哥这个倒转来，来。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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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一直听别人啊，你讲什么一挂什么种竞争啊嘞吼，拢食了拢安尼，拢足侪项拢有好嘛对吧？是。啊，食食到尾我都听你话，到尾我都听听我都开始个食嘞。嗯。安尼啦。嗯。啊，食了都好足侪问题啦。安尼哦，啊，你原本是咧改善什么症状诶？主要我是改善这个肝旺吼。好。嗯啊，咱后边咧开只片哦。开只嘿。哇！疼疼都实在有够艰苦，暗时啊拢未困咧。是。哎，啊，食偌久？食差不多，啊那食差不多半年外吼。好。啊，我都啊那差不多，计真好啊。啊，即马状况感觉呐，看那看过。即马状况啊，即马较早困到安尼困咯，暗时啊吼，困一边也未好睡，困一12点过疼那厉害。嘿。疼个拢安尼未困咧。我那拢未困起啦。嘿，拢未困咧。哦，啊即马咧。今晚都未听好些，好些，吼、哦！啊，最新奇吼，都是食哩，主要我是食只国王，是头疼吼。啊，到尾我主要五种问题，我那不哩严重，所以我那拢好。五种问题了，啊，哦，啊，完结，完结，拢讲结了嘛。这个国王食好了，是。啊，主要问题，佫是这个，或者我民国差不多50几年吼，我有那把弄掉在那。门卡门道，你知无？嘿，去弄一个安尼货，啊，跳箱关去弄着咱的门道。嘿，是。我啊，到尾掉，迄种掉箱之后，起20几针。啊，那是头壳。哈，是头壳。哎，都头壳顶只。头壳顶只。20几针了。嘿，起20几针。我都食了对啦。哎呀，啊，到尾啊，渐渐会讲你听。会讲，迄阵可能脑震荡。是。啊，脑震荡，到尾啊，食都。嘿，医生医拢医无好咧，啊，医无好，到尾迄阵阮住宜兰，阮住宜兰，啊，到尾来台北吼，台大医院啦，麻醉医院啦吼，啊，什么长庚嘛看咧吼，看，啊，那看看到到嘛，然后30、40年咧吼，我食无好，无好对啦，嘿，食无好，爱讲就讲，哎，啊，暗时啊来困咯，规个天花板拢会碎啦，哎呦，哎，安尼会讲会吐，安尼头壳受伤都唔对啦，哎，啊，到尾啊，一个去马甲，一个检查，一个讲什么，你耳朵不平衡啦，吼，如果安怎样啦，吼，啊，讲药拢无对档，食药啊，食拢食袂好，无好，安尼，啊，结果怎嘛？啊，结果怎嘛嘛是无意中，这是。
我今晚唔是要食这呢、個？我哩要食，加只我望食只，今晚含这个问题嘛好起。哎呦，这个是好一只哈。这個、问题嘛算好起。嗯，这算叫做啥小三？民国五十几年啊，五十八年弄掉个啥？哦哦，少年的时阵呢？哎，少年的时阵、嗯。啊过来嘞！啊过来，过来，我这有做。这食西药无吼，啊，这食个头毛吼，嘛烂了了，我讲中午落一打，哦，安尼看起来食我食落，哎，我食西药啊，迄阵都食西药为着点，食西药食二三四十年，是，啊，食个头毛安尼落一打，嗯，啊，今麦食恁这许多餐食吼，啊，头毛今麦嘛拢发起来，神奇的吼，我中华医就对了吼，哎，足神奇，安尼三行诶，好来。在感谢咱雄起时代收听台湾人酷乐杯节目哈，新南公司好有独家提供的啦，广告时间呐，许多商家商品你看蛮吃个欢喜啊，吃三当啊三当吃了身体上啊，这个健康以外无要紧的，这个头毛本来哦吃个拢个落一半，怎么头毛搁发起来了？所以雄起大竟然有一个新奇的物件哈，啊不是咱用件俗哈，会当去解破的对了哈，这个物件是本人研究的哈。啊，非常伫世界非常出名，叫甲壳质，甲壳质的对吼。新南公司伫研究完成了吼，第一时间由日本的军队主席带下，进入到江西，由阮行为大将甲咱做监察吼，安尼出兵到江西，所以江西是大庆的台中朋友，好的产品是一旦经去去科研的对。你产品啊，如何，咱愈做愈久，人客愈食愈久。这个东西越风行，产品如果越坏，若是产品不好过，咱再用钱什么办法去广告，人家吃一段时间说还不好过，你没法说得起来了。新南公司台湾人俱乐部上阵的我们的主持头一笔就是有一笔公器的，到这时完全无提，像这种比如对这个喜爱的程度你就知道，对这个好过对咱人的身体帮忙，你就知吼、哦。所以老弟们不了解，你电话拍过来。这上一个询问啊，除了许多山这边尔哦，也够真侪味的对吼、哦。啊，好好来个使用，身体上够健康，非常重要的。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是处个别信产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有提供一挂产品，要来请上给咱买十款的朋友哦。咱买十款的朋友，你会当啊经平底锅一支，你要经电风一台，经毛毯一领。金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清，两骨素三十粒，隆重的迎接，咱一道金一行为完成。啊，另外一处各位信山公司产品五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款以外，同款我也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赠送给咱每五款的朋友。每五款的朋友呢，你会当个金三件式保鲜盒一组。你要甲金保温杯一支，要甲金白沙湾起锅一条，金单向的香肠一盒，你要金五六支的洗头毛巾一罐，五六支的洗衫巾一包，隆重的迎接，咱一道金一行归完成。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们要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是咱家庭啊。陈先生吼，咱嘉宾啊，陈先生来点到串小号演唱，你敢搁会想起我？青春的温暖啊，
来，感谢啊，阿兰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的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打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感谢啊，咱个继续来甲进行这部看新闻话题。咱伫昨昏的今日新闻啊，顶面有报道来看到讲，华东的东主席。打算在今天就对了啦，要再来一次说出到他的政治现金乱作销乱报销的记者会啊，顺便呢啊，要在记者会上面宣布请假，董主席请假哦，不是请示哦，请假的意思就是说我请假给别人来代班代理啊，别人啊，代理代班了无事时，我就去睡倒腾啊。迄个叫做请假，吼、哦、请假吼、哦。啊，上有可能会代理的人选什么人呢？第一号人物就是人咧讲讲吴国昌啊。第二号人物就是国党的一名中央委员林富南啊。这两个其中一个有可能会来代理董主席。啊，我会当有请的郭文铁，伊今仔日如果那伫记者会宣布请假，绝对各方甲错一个搁啊严重诶。咱要爱你嘅两大啦，两大代志啦，第一大代志，你就是爱担当打起来，将全部嘅代志讲清楚啦。嗯，哎呀，啊，你若唔敢担当，唔敢打嘅话，讲未清楚嘅话，你就是直接死掉党主席啦。你用请假诶，啊，请假呐，我看吴国昌做了无好，看林富南做了无好，我讲你两招，你两招，我倒转来安尼。就是直接爱死啊啦，能够定，唔能够死点定伫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死点定点定伫迄个地位、地点位安尼底下咧，可能畏水安尼啦。你今仔日你若无请示，若讲请假的话，绝对会去可能甲你骂一个，甲欠的我袂便宜。你看唔见老母来代理啊？因老母哦，因老母来代理，我惊也无代理，我惊规个动作同我，变成山洞。现在我看因老爸个较袂反感，你知唔知？因老爸因老爸都低头高位都蛮老，都讲话都有够济啦。啊，见老母来代理咧，我是不是个哦？温贴啊，吼，大家拢搞我老母，啊，因某代理我来使啦。啊，一个老母他妈差价拉价都已经做老啊，再来一个某，我那当咩所在，我那转会使了了哈。啊，好个在小妹拢点点。啊，伊小妹我咧个看，我那家己知影讲这代志。医生没有那眼科医生的，好啦，这是郭文铁，但是另外一边的消息是讲郭文铁开完记者会并未请假，没请假了，对啦，伊话这边是的，对啦，不，伊坚持那个坐当迄个就做，这个当主席，因为啦，有人点名吴国昌，做完做满了，对啦，啊，有人点名吴国昌，但是吴国昌咱就知影。迄个时阵，伊个话啊，搁伫咧网络顶个，就是讲伊未加入加迄个瓜党无吼，伊无插党务啦。伊当时是讲安尼，讲我过来瓜党，但是我唔插党务个对。对唔对？啊，但是即个人咧讲话，别插哪位啦？迄讲话无准成个，佮唔切，卡侪咧插到家对唔对吼？啊，所以我呐，即个党话念伊这个好势啊，吼，啊，咱大家看嘛，看后壁结果是安那，至于瓜分贴。你要开记者会，我知影媒体一定会去的，媒体一定会去的。啊，媒体去的时阵，即个这啥你讲的话，即个媒体记者到底听落，因的感觉是讲，你又跟你讲白贼啦，那是安那样啊，咱都唔知。哎、欸，放羊的孩子，这个故事大家拢知影吼。迄个囡仔马上讲三遍尔嘞。我甲大家画白贼画三遍尔嘞，郭文铁你白贼几遍啊？我问你。哪部？哦，你咁白贼几遍啊？对个吼。对啦，凊彩啦，这无奈代志啦，这非得哦，这瓜党咱都已经认，我都讲过，伊个无代志，咱都对伊作反感啦。哦，啊，咱咧看政治人，其实唔是咧看伊个私生活。我感觉每一个人拢有伊家己个私生活，所以看政治人，我袂咧看伊个私生活。但是我咧看是讲你个中心信念啦，你个中心信念，甲你原本所讲追求个物件，
你有在走去无？有走进去啊无？那拢完全拢无，拢完全拢走进去啊！对啊，啊，我当时会走进了了啊，吼，对不对？伊你甲看，伊当时拄打上阵，你做台北市长的时阵讲的话，讲啥物？你讲啥物？啊，都良心吹转来就好啦，啊，都卖贪污就好啦。摕迄个钱哦，囡仔袂好买啦，有无？哦，迄较早咧人讲话拢有够重的，重着对。啊，啥物？你牙刀欠食人吗？啊，伊即卖行为唔是你牙刀欠咧食阿臭的人妈吗？那不是通感官，你就在喜欢，所以叫他亚德想法讲难巴力啊。我是感觉讲，太到暂时还无必要查，有啦有咧收集证据啦，加一寡有诶无诶啦。啊，时间到，一定爱赶紧动作啦。民进党动作这些你要看吗？民进党，咱本来在卖讲对民众要求严格，无安尼讲，因为咱民进党本来就是怕国民党诶贪污腐化。阿哥在怕台湾爱独立建国，主要东西民进党出来就是这两个大诉求嘛。国民党比较厉害，国民党唔定啊，怕国民党咧，佮兼怕民进党。国民党做无讲蔡英文政府比党个贪污，阿结果看好咯，原来是你国民党政府比人全部拢死啊你啊。所以我是认为讲更加紧吼，直接就死掉啦。啊，从此以后吼，政治卖佮插啊啦。啊，迄、那个所谓的政治现金吼，迄、那个规个拢甲捐好出做公益，包括你的30块的补助，全部拢捐出去做公益啦。安尼就拢无代啊啦，是啊，啊，不过另个代志啦，我第一去了，你知啦，你一股地，一股土灰，那里面有一包的红的，红的暗色拢无够啦。真正可的意思特别贵啊，暗色我来咧破新破金皮去吃啊，这个。反正现在送保安的嘛，不是。这个五万的，当然一个可重性，到底下下咧下一个。你会下街了，现在佮咁老水我可怜。反正高中生，我那咧笑笑讲，哎，唔知叫我去做代理的，当主席嘛，来，快来，感谢啊！头拄啊呢，这個、第一阶段咧讲的，差不多拢是讲着寡动家了，对啦吼，这个白石洞吼，啊，这个规个洞内底是密密麻麻歪歌起错，啊，干那一个笑巴是做家安尼吼，而且看到到底摇头。还是想想啊，而且都揣无会计师要去啊，评书。哎，佮无会计师要去做第三公证人，安尼就对啦，吼。看迄个小，啊，即款大家拢穿伊个小，叫做白内障。哦，用伊白色个。哦啊，内面的内小嘛，叫做白内障个对啦。不是说啊，帮到就是我出头去开一个迄个名个吼。别来抢，别抢手。啊，好啦好啦，凊彩啦，即个回题吼，咱就看后壁检方安那样啊，大家希望啦。唔当上过去有一挂案，你无吼？本来讲到到底讲上肉粽挂起来一挂，结果到尾还挂起来无两粒，哦，安尼就无意思。啊，五大备案啊！啊，五大备案，你会记得？我想来看用信息准备个调啊。对啦，啊，看用调的时阵，这个记者得个拄起去问啊嘛，哦，对不对哈？啊，这是这个做白贼怪的啦吼，阿妈是爱家闹入恶路一个啦，真个好搞惊，大家这个好趁，这个白贼也是无简单的了。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哎呦，老的啊，现在是红灯，不能走啦。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哎呦呀、啊！哎，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灯才通走吼。过车路不能靠服装，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志，不会罚钱跟危险哦。阮某要生第二胎，还阁穿玉帝的所费啊！放心啦，政府有补助，合公立、非营利、准公共幼儿园，逐个月上济交3000块，第二胎以上阁较省哦。阮较早拢嘛家己带，不管是家己带，也是读私立的，逐个月领幼儿津贴5000块，第二胎以上领阁较济哦。连到6月，国家做阵请用，真正是玉帝的好帮手。若想要多了解，请上全国教育部资讯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阮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乌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唔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CD 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卖个骗呐！现在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接你的资料哦。卖个骗呐！要抵扣做假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华东98.3，快乐平湖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现在时间9:00。阳光自在，为着啥伤心的有希望？故乡花，犹原是无采光。一声留伫离开彼天，你的无声开腔，痛点的耳孔，最后一影只有梦中通看，想要来将你放，今夜会当。留伫离开彼天，你的无声开腔，差点的彼天，最后一影只有梦中空旷，想要来将你放，今夜会当。气化喙齿，若要过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互你气化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一条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7945控七九，台南控六7945控七九，感谢。0800-0500-668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今麦又登个节目现场，咱第二阶段节目就开始，咱又完要来邀请中国听众朋友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蔡先生来点播中天军演唱《苏暖的男人》。做一个漂泊男儿，有柔情有勇气，抛弃昔日甜蜜情意，人
心自我去。黄昏时点在异乡，不知不觉思念你。夜深天当露水，谁人来安慰？打心的呢，我想你想几暝。打心的呢，你敢会想我袂？他乡的古井南里，淡薄温酒味，慢慢靠近。他今年提色的大衣，我一脚旧行李，车站真无奈离开，转念不得已。袂放的公路夜车离开阿杂的城市，夜梦雨冷凄凄，悲恋才开始。打心的呢，我想你想几暝。打心的呢，你敢会想我袂？无你的寂寞暗暝，想你芳水味，思恋到半暝。做一个漂泊男儿，有柔情有勇气，抛弃昔日甜蜜情谊，忍心出外去。黄昏时点在异乡，不知不觉思念你。夜深天当露水，谁人来安慰？打心的呢，我想你想几暝。打心的呢，你敢会想我袂？他乡的多情男儿，淡薄温酒味，慢慢靠近。哎，感谢啊！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会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会在下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拢专人来个咱做接听哈、哦。来，感谢咱个继续来个进行节目看新闻哈。来，另外咱们来个看一篇这个社会新闻哈、哦。这发生伫顶一阵啊，无外久的代志，都是伫七个月，唔是伫七月啦。伫七月的时阵，七月底迄当时，彰化县吼啊，这个北斗，哦北斗吼、
啊，听你讲吼，讲这人无咧读北斗啦，嘛无咧读北斗，拢读北斗啦，哦，拢读北斗。啊，以在地人诶，反正为主。啊，但是是安怎样？会写台北个，我都唔知影吼。开白个改到等来，改改做北部诶北啦吼。你讲彰化县北斗镇中山路一间吼，专门咧做电动车买卖。电动脚踏车啦，买卖搁兼出租，因两间透天厝三楼，顶面搁在大铁厝，总共都啊去四楼管，边啊搁在一块空地啊搭一间铁厝就对啊啦。大家唔知道的其实，迄一天都啊去发生火烧厝，发生火烧厝了呢，造成了吼三人死亡啦，两人受伤，包括吼摆伫顶啊卡。几百的脚踏车、电动脚踏车烧坏了了，厝主第一个时间随跳出来，讲吼伊有一个厝卡啦，啊，就是因边啊一块空地，搁再搭一间铁厝吼，租给一个西药剂的查甫人啊，啊，这个西药剂的查甫人吼，意思讲吼，对这个啥社会已经吼无啥物留恋的芥蒂啦，有想要自杀啦，啊，搁拢做爱结婚。啊！食薰吼，拢会惊出来，顶下卡遐食薰。迄一工火烧，全部得个指向对这个西药剂的查甫人，甲岁数起来这个啦，这个厝卡吼食薰，因得了吼，因的电动脚踏车啊，得个吼两间透天厝，得死三个人，啊，两人受伤，迄当时拢指向这个西药剂的查甫人，结果调查起来，唔是呢，无影无食呢。调查起来是这个厝主伊咧经营卖脚踏车兼做电动脚踏车，是因的脚踏车吼，迄、个充电的所在吼，敢那亲像吼小怕电呐、啊，啊，当我引起火倒几台脚踏车倒起来，倒到对厝去里头掉啦。即马调查的结果报告已经出来啊吼，咱来个听看安怎样啊讲。你讲彰化县北斗镇啊，北斗。北斗镇啊，中山路一间电动脚踏车买卖，佮兼出租啊，出租套房，而且个透天厝啦，伊也是两间三楼的透天厝，连做伙啊，楼顶四楼迄个所在，佮在吼大铁厝啊，边啊一块空地，佮在大铁厝了，对啊啦，总共搭29间的这个房间租人啊。第七月底发生了大火烧呢，烧死三人，两人惨伤啊。火烧发生的时阵，一楼停放了20多台电动脚踏车，拢去有火烧坏了了。事后呢，就有人质疑啦，讲这个电动脚踏车底下咧充电，家己起火倒的啦。唔过，迄当时的电动脚踏车的头家兼业者兼吼厝主就对啊啦。第一个时间点就将钱头甲下，向讲无啦，迄我的厝卡吼有食薰的习惯吼，下早拢摆伫遐食薰，甲迄个脚踏车引倒，造成了火烧厝的啦。唔过最近这个火场调查的报告已经啊出炉啊，指出讲。就是电动脚踏车出现了吼，电线烧怕电引起了火灾，然后就开始对脚踏车倒，然后就对厝内面入面。目前报告已经甲移交予彰化地检署来做侦办，厘清是毋是有过失等的原因呢？这件这个火烧厝的现场啊，代志发生进程呢，有两间啊三楼的透天厝啦，楼顶拢搁在大铁厝，总共都变四楼啦。啊，变四楼吼，当然四楼这是违建的啦。啊，对一楼呢，到这个四楼总共吼，隔出了吼29间的房间租人啦。啊，厝主就对啊啦，伫一楼咧经营电动脚踏车吼，会买卖兼吼啊，这个啊买卖啦吼，唔是出租，出租是厝咧出租的啦。啊，平常时一楼一个有隔壁吼啊，一间这个啊空地啊搭起来铁厝就对啊啦，拢是租人。啊，但是伊的头前的顶啊卡吼，就摆卖20多台至30台的电动脚踏车啦。啊！伫7月31日迄一天的透早的6点呢，一楼的电动车突然间煞起火倒啦，吼、哦！一个倒起来了后呢，陷入了火海，即场的火警到尾啊，烧死三人，两人受伤，包括大地吼。啊，这个啊，空地搭起来，剔除一楼这个细间的厝卡啦。啊，因为这个细间的厝卡吼，登记西药剂啦，啊，佮家境行动无方便啦。
所以这间脚踏车店的头家兼厝主就对了。第一个期间就讲讲伊啦，啊，伊会早拢爬起来食薰吼，啊，害一个吼，单起火倒安尼就对了啦。单将这个啥，最后弄个杀火，这个细汉的西游记的这个厝脚来打啦。一个讲出讲吼，伊曾经我那捌甲伊讲过，讲伊有要自杀啦。中华关消防局呢，火场啊，这个调查科经过几日间的调查了后，火场的调查报告最近嘛出炉啊。内面指出讲，第一个时间点就是起火所在，就是伫一楼的啊，这个病处啊，就是大铁柱那个所在啦，有一台吼、哦、啊，两辆的电动脚踏车发生了吼、哦、电线小拍电起火到充电线产生了氧气的现象等等。中华地检署指出，已经收到火场的调查报告，并且证实起火道的电动脚踏车，这是吼、哦、啊，这个细汉的所有的就对了啦。啊，事故的现场有插头连接啊，但是这个啥充电线已经烧氧气啊，是不是有别人牵涉到过失甲公共危险定罪吼？即马正在调查当中。原来是脚踏车起火的啊！这电动的这有无？这个韩国今嘛已经对这个电动车的迄个电池啊，今嘛韩国开始已经定发明要落禁令了，对啊啦。就是讲你电动车，那是迄个电啊超过八成以上的，大楼地下室的停车场禁止鸣。哦，诶，禁止鸣，因为迄个电池吼，坦白讲，咱讲真的啦。有的咧开电动车，还是骑电动车，骑到爽噶。但是哦，电动车一旦要着火起来就对，迄种火咱伫影片拢看下，对，迄个火甲一般的火是无同的。嗯，迄像咱咧喷上色安尼，迄种火呢，我是足恐怖的，对吼。啊，韩国哦，迄个有一栋大楼，伊个地下室停车场啦，就是一架电动车着火，啊，因为是地下室嘛，啊，着火的时阵，我刚开始当然没人知啦，啊，但是根本就有弹嘛。啊！但是消防员搞的时阵，那个吼，规个地下室已经无多味啊！全部内面停的，系啊，全部内面停的，所有的车了，都规个烧甲密密麻，唔是干那一台台。哎，上后头位咧。系啊，伊个温度非常高嘛，吼、啊！所以包括停伫边啊，无论是啥物车，拢不管好车歹车，全部拢烧了了。啊了后呢，无话久，才过了两天俩，又搁一只。我咧充电的时阵，都倒位，都消防员倒起来。啊，相对另外咧讲讲，像这种电动车啦，叫火烧车吼，伊若落去拍火就对，爱用十倍以上的水量呐，哎、欸，拍袂花就对啦，吼、哦，所以这足恐怖的吼，啊，电动车呐，这政府他个派去啊，对人咧推杀什么电动车，那都无安全性的物件嘛、嗯，啊，尤其是即马，这个做啥个电动车，大概拢有配比迄种做啥，迄个讲了做迄个，伊叫做啥，就是迄个自动驾驶啊，自动驾驶安尼就对啦、嗯。啊，结果足侪人用自动驾驶用到规个有咩弄啊迷茫啊。一直讲，一直讲自动驾驶，你唔说唔免人，诶，讲人都唔免管啊，爱家己头前嘅感情啊，家己晒啊。啊，我是讲，我是讲你家己安尼，你同在到啊？咱台南市即卖就开始咧推行这种嘅公车啊。自动驾驶的啊，就是无人驶啊，而且是无人驶。啊，我这么讲的是咱的轿车，伊会当加一个，你会当开一个做自动驾驶。啊，伊也是辅助你啊，是讲全部拢要个。本来电动驾驶就是辅助用的了，对啊。啊，我嘛做无赞成推杀迄个无人驾驶的。嘛，迄嘛，我真正做无赞成这个。无人驾驶，无人驾驶啦。哎呀，因为吼，电脑搁较老吼，都差一个人的。判断，电脑的判断，有当时啊，我被判断嘛，对不对？也判断唔对嘛。啊，人家人加减，虽然我人还判断唔对，但是安全性总是比人家管啊，对不对？啊，不离个，这是安尼啦。你像迄个就做一挂物件哦，即马一直进步，尤其即马吼，大汉物件用 AI 啊，有无吼？嗯。到做迄个用黄仁勋啊，黄仁勋迄个穿起来了后，即马大汉拢讲 AI 就对啦，人早晚有一天叫 AI 就害死。嗯。早晚的，你那早晚有一天人会叫 AI 下。啊，你若买一滴医科加一挂先进科技的物件，你到尾人就惊做灭亡嘛？对啊。你讲这个电池，电动车的电池，你咱卖从中国不是，我那是电压片。嗯。一个人伊住伫大楼内底啊。嗯。啊，伊有可能电动车骑完了的时阵吼，无电，伊爱挂电池，挂起你伊咧大所在啊充电啦。嗯。啊，结果迄电压片是安那呢？迄是那边机器出来啊。嗯。
啊，伊充电完了，透早要去上班啊，伊就电池就关出来，坐伫迄个啥？电梯流浪内底，啊，迄电梯流浪走廊，迄即马大楼拢冇设立个点样机，起码疫情检测，单家己倒起来。啊，倒来了，迄个徐华兴讲，迄根本无在咱拍花，啊，人已经去用关伫迄个啥流浪电梯内底啊，哇哇哇消失啊！过不啊久呢，咱台湾都发生一阵啊，伫高雄啊，一对即个白阿囝，因厝内面嘛是咧充电啊，摕迄个电动车电池咧充电啊，充甲讲起火烧啊，通火烧，系啊。哎，你起起来，我就是无，其中唯一无什么相逢啊，系咯。对了，好啦，那有买电动车的就知影吼，你第二手注意的，无，你不但是爱注意以外，你下手是有够歹。电动车你那无想要开啊，我想要卖掉了，对。你讲汽车就对了，汽车，那介绍是买家有存的对啦。听讲伊都够几年，伊的电池，电池外观啊。电池大约五六年嘛，啊，你若拄啊好开到四年五年，准备要换车，人车我那可能甲你顾无唔对，我那甲你顾，还是介绍保证，互你做目屎做流落来。因为啊，那因为你那电池你要搞嘛。一台车开电动车开过两年，驶过两年。嘿，无，你电池爱换，你爱换迄个电池，车是按开久你要换好。啊，问题是你若开多五六年，多去换车的时阵，即遐电池有无？干那换了六七十万呐，啊那较好的车，后交百万的电池，六七十万的，搁一台，六七十万我来买台新的了，啊，新的种的，对不对？小孩买座位啊，所以这个要推销，推销那电动车是，哎，啊，咱政府讲唔来到两千几年的时阵啊，讲座位二零车拢要停产，全部拢都要改用电动车，吼，你着好心的拜托的，唔能个。电动车再好吸收啊，再好到位啊，你个已经。看听话者，迄种电动车，这种所谓的生意人变出来就挂出头了。咱马哥其实无话顾进前就对了啦，讲什么迄个环保材质，环保材质用伫咱的鞋啊，用伫咱的衫，用伫咱的机车、汽车，当当塞塞零件，啊，尤其鞋啊上严重啊。尤其鞋啊，以前咱咧穿的鞋啊，咱也买一双鞋啊就对了啦。你搁边伫厝内面十年无甲穿，你搁摕出来穿嘛是，对啊，嘛是真用呢，嘛是搁真舒适、真好穿呢。即马你一双鞋啊买回来就对了啦，真正啊，我藏一个半年，还是半年较紧，你要甲摕来穿哦，伊会得呼吸啊。啊呼吸，唔要开变安尼啊，啊佫兼有开嘴。伊讲无啦，啊即马鞋啊吼，都拢做迄种环保材质的啊，啊所以时间一个够，伊就家己呼吸啊。好啊，呼吸伊佫唔呼吸拢无去呢。伊嘛是讲，侬搁一双鞋啊，底下好好，啊，你搁天掉，迄唔是加一个棍子天掉吗？你搞什么环保无啊？啊，所以今嘛，大家你去买鞋啊，阵啊，听到环保的底下，所谓环保的迄个鞋底就对啦。伊就讲好嘛，你咪甲他提出来卖，提出来卖，根本就骗钱，无人要买啊。因为当时咱台湾人的习惯性嘛，讲啊，我都啊无要通三回，话我就是千多多里啊，路会都清了出去啊。啊，有当时买一双鞋啊，就讲表面有来，你想啊，先都有穿，穿得够穿布的，啊无其他拢在你啊。我穿了，但我穿其他拢穿布的，穿布穿的。啊，你啊要一双的穿，等下搞到一个其他要穿着穿，坏被呼皮啊，好一下，没得穿啦。哎，无啦，这个环保的所谓的环保，当然大家都讲到环保，伊都即马都拢安尼平常，美其用尔啦，系啦，大家拢认为讲环保是正面的嘛，这个。有当时啊，你那较冷静，搁较想一下就对啦吼。迄个环保这个物件，个伊是颠倒造成地球搁较大负担。对啊，都在聊聊咧讲的是咱先付钱的物件咧。迄个下底真正是即马足够落地了，对啊。哦，足够落地，尤其是落雨天了过水了啦。迄个下底啊，是安那用环保胶嘛？用环保胶去粘下底，对。所以我较早咧买咯，我都买鞋吼。迄安那穿得袂歹，但是后来买鞋啊，就是不时的阿伯。就先到后边啊，开始有诶，就先到后边。啊，我就问迄个 AI 师傅 ，AI 师傅，啊，即摆都拢规定啊，讲用环保胶啊。我讲哇，你变啊，即双啊穿无偌久啦。伊讲，要简单啦，咱台湾人对不对？摕个甜甜诶好啦，规个拢啊甜起来。甜起来，哎，甜起来，你是去咧针对胶尔？无，啊，都袂当好啊啦。无，你迄块底环只有那环保诶，你自然也该呼吸，你顾不上个呼吸啊。无差啦，啊，主要是下底。伊讲拢，即款咱迄个师傅弟，都不能算作咱迄个老听友啊。咱老听友伊咧做，伊家己提起来。哎，伊讲你鞋啊，好啊。个服务都袂歹咧，家己提起来。对啊，所以咱就咧讲。因为人有诶讲，你别去，恁到代志啊。
伊阿先咧讲，迄是专门咧修理破的师傅啦，专门咧破的派去。你比如讲，这箱阿先的，那箱的，听你讲讲，讲买过来八块，阿跟他提咧一袋的哥，修真辛苦啦，无无无，那咧老师傅咧真正，伊都拿做鞋啊，拿鞋咧做。那在那个提袋师傅真啊厉害。对对对对对，阿我迄阵第一遍赶迄个鞋啊去的时阵哦，一直我以我无讲我脏啊，阿我唔脏，我以前咧听讲。啊，你归村啊？我得赶，我都把迄个当机的鞋啊去，我讲在下底派去，阿麻烦伊修。啊，你讲话又听到这声？听水开水尔，伊就讲。你也行啊，哎呀，哎呦，搞，我来跟你讲啊，你这现在表妹在讲动机，我知啦。啊，好啦，啊，这环保这不是干那轻的呢，包括我妈妈讲过，就是讲咱的奥多麦的器材，嗯，啊，你啊三百家很会，啊，讲来用环保，嗯，啊，环保就是啊那经过差不多几年了后，伊就自动分解，嗯。啊，所以咱较早一支前几类毛有啊，万前只，咱即个是可拉鸡嘛，嗯，咱较早迄个可拉鸡啊，也是蒸冻迄个咧包迄个咧，你学多爱只要卖冰车，你较久嘛袂歹，变做一台学多爱吃个烂皮啊，迄做嘛好好。你讲迄手冻，对对对，啊，结果唔是啊，结果即卖改用环保的材质了后有啊，伊三四冬了，突然间有一工你包了啪。我家己攞俾你啊！哎，那叫你刷电器，记得啦！哎呀，你刷电器啊，啥种种啊，等好拿去卡，咁样叫上来看，好听唔得啊！真笑啊！说不定政府医院等于说不定研究这个代志嘛？有啊，阿姨就是讲你什么时阵搞，你就爱去换啊！伊你那边叫一个特保的话，阿温这环保队一个，给这个粪扫呢？粪啊！无该环保队啊！伊给这个粪，伊的用意就是讲这笑话咧，张大哥，伊的用意就是讲这个塑胶。原本的塑胶你用完，你器官准备砍掉，你永远袂好啦，永远就是铺伫即个啥地球顶啦。但是伊讲安尼吼，会污染环境，所以伊就设计一个啥讲环保的，伊半年过伊就家己呼吸啊。啊，即支塑胶的原子笔一半年过呼吸是呼吸拢无去呢，伊是呼吼你袂用一。你要用未用是来拼掉买新的，但是伊乱呼一半公里啊，因为那不是环保的，伊咧好的用起啦。对啊，对啊，好啊。对了，简单讲就是讲环保这两字，你拿正确来用的话就对了哈，就是咱的物件较保守，我用啊较久的，啊咧就是。咱都是有听的，是会听这种朋友咧讲这个。啊，建花城，这个头家吼，这个沈庆金就对了啦，包括应小薇台北市，国民党这边市员，包括伊内底一个助理啊主任，讲今仔日已经用较少啊，今仔日。啊哪呢位，怪不得应该是招不赢。咱那个又谈了，很少啊，嘿。咱江蒙的申请金啊，但也是做暗的时阵，做暗的时阵，所以不做无多报嘛。啊，第一个单发官，叫发官就裁准了啊。都他们是收啊，吼，收啊，所以真正有代志的，对个。这个，我对是金华总部，对是怪不得会定。对啊，对啊，对啊。啊，你有可能恁三个今麦当来吃迄个黑林饭啊？无啦，一个两个案呢，这个以后个两个案呢。阿哥来就是一个大巨蛋拜托的，到这里的政治人物，拜托。